家好，我是多多。多宝宝就会懒懒的，就想让妈妈哄着。多宝宝故意躺在了妈妈手心上，这样多宝宝就得拿着多宝宝呢，就得陪着多宝宝，对不对？不拿着手着，多宝宝就不干。看多大宝都会撒娇呀，小宝贝就知道在地上玩，我们两个就可以粘在一起呢。粘在一起多好呀，多宝宝觉得这样就可幸福了呢，和妈妈一起搂搂就觉得可好可好了。咱们两个一起玩呀，之后妈妈就带多宝宝出去溜溜了呢。出来本来带了球球让多宝宝去捡，可是球球跑了，多宝宝也不去呢。多宝宝觉得累累的，多宝宝可跑不动呢。妈妈还说出来玩的时候都给多宝宝带好吃的了呢，快拿出来多宝宝看看。妈妈还说一说好吃的你就这么激动，那多宝宝不是小孩吗？小宝宝就喜欢吃零食，快打开让多宝宝看看是什么好吃的。妈妈好像从来没给多宝吃过呢，是一堆小脚丫耶，长得可真漂亮，快倒出来让多宝尝尝。五彩的小脚丫看着就很香呢，妈妈还说这是生骨肉做的，那多宝宝也想吃，快点打开呀，多宝宝都馋馋的了呢。这么漂亮的生骨肉冻干耶，为什么在家的时候不给多宝宝吃呢？多宝宝要一大口都吃掉，妈妈还舍不得给呢。妈妈还让多宝宝慢点吃，还是带了好多，而且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，很方便呢。妈妈打开的也太慢了，多宝宝都吃掉一个了呢。刚才吃了一个，妈妈又给换了一个颜色，吃起来一样香香的，多宝宝好喜欢呀。妈妈你多给多宝宝打开几个呗，多打开几个，然后咱们一起吃好不好？妈妈还说留几个回家再吃。多宝宝不开心，带出来的零食就是在外面吃的，回家吃干什么呀？回到家以后，多宝宝就趴在身上等啊等，不是说回家吃吗？怎么等了这么久都没给呢？多宝宝还要站在妈妈身上，看妈妈什么时候才想起来，想起来就给多宝宝吃好吃的了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多宝宝还是粘在你的身上。多宝宝可是个超级粘。